在这世上，有些人值得你对他好，有些人不值得，并非每个人都懂得感恩，都会领你的情。一辈子，一瞬间，如果看开，多半快乐；如果计较，多半烦恼；如果在意，多半心累；如果放下，多半轻松；如果懂得，多半理解；如果忙碌，多半充实；如果努力，多半获得；如果明白，多半成熟；如果知足，多半幸福。恩人给你帮助，敌人帮你清醒，友人与你携手，亲人伴你左右，贵人使你添福，能人治你毛病，小人使你谨慎，爱人给你力量，闲人解你迷津，众人祝你成功。有时间多去看看平时无暇顾及的亲朋好友，善待身边每一个人，是他们成就了你的人生。花开一季，人活一世，乐天随缘一些，就会轻松自在一些。人与人之间就是一种缘分，心与心之间就是一种交流，爱与爱之间就是一种感情，情与情之间就是一颗真心，错与错之间就是一个原谅。人生就是这样一种交往，人人都有自尊，人人都有苦衷，人人都有自己的想法、做法、活法，理念不同，做法不同，活法就不同。不要去改变别人，做好自己就好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